最卖的十多领，也就会象形了。出我攻击最高的宝宝，红装翅打我多少血？500，1611，有点小疼。现在一个人面对9个怪啊，对我仍然抱有一丝希望的兄弟们扣个一，给我点信念。一个人打9个怪不好打。看我的了，真的，信我，我觉得还能过的。现在有2怪血还是少的，他只要不打我宝宝就能过啊，不打我宝宝就能过。我宝宝还是有点抗性的，能顶住对面4个怪一回合的输出。咱们的宝宝灵刃呢，芙蓉仙子本身与生俱来就速度快，只要一回合不和宝宝打飞啊，给我宝宝出手一次机会，我宝宝给你们一个惊喜，再吃个大金1400多，出手1900，没出3个有包套，仨狮驼变身，鹰击出手35。1300，狮驼再变身。这回合解封了，有一个狮驼岭出去休息的状态啊。烟雨剑法104，他们狮驼岭无限象形太恐怖了啊！小死亡挂宝宝，用群秒他们有灯啊，没有用啊。现在只有用这种鹰击10000的慢慢给他们磨死一个算一个啊。来单秒12000，这个怪12000鲜血，这个鹰击下回合我就可以单秒他了啊。看没看着，这全是操作，全是细节，全是知识点。看没看见，下回合我看我怎么修理左边这个怪，左边这个怪再鹰击我一次他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扛不住我3次。火甲术得配合经脉点，火甲术不配合经脉是垃圾。13000，象形我了，象形我就是我休息的时候，象形我就是休息。对面左边这个怪血不多啊，我应该可以慈航一次啊，我应该可以慈航一次，但是我先留一下，我再出一只宝宝再慈航啊。来马面，轮到你了，马面你上场了，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？马面啊，秒3次死一个怪啊，全是细节，基本上点杀。此时此刻二狗菠萝对不对，响哥银河陌上呆瓜张梦霄啊，集聚一身对不对，指挥的也就跟我差不多，思路已经达到了理论上的最清晰状态啊。下回合我慈航啊，我不能慈航，下回合我给自己吃个大金啊。来小马给我上，小马扛住，小马吸满血，小马稳，小马绿吧。下回合啊，慈航。哎呀，啊，下回合慈航，普陀灯啊，普陀灯，地府毒。啊，大唐扫了左边的1号宝宝吧，啊，大唐扫了左边的1号宝宝了啊，别绝望，该出手出手。慈航，没事，稳得住。只要我在的话，我就能无限慈航，很稳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起来给我出手，大唐帮我扫左边这怪，左边这怪已经被下了20000多血了。好，10000血，6000血，普陀给我登起，漂亮，479登，有登很稳，大唐平砍第一刀必杀，好。死 OK 啊，155不疼啊，然后都该出宝宝出宝宝。我们下一个点杀的怪物呢是4号和5号宝宝，血都不多，我先起塔，然后有，哎呀，我塔 CD 有大金的帮忙照顾一下我啊，然后继续杀4号和5号，4号被我秒过了啊。我先起一个纸人，先把我血回去，别死，我死了就崩了。女儿起塔，出了2只宝宝，稳。啊，小死亡给我挂起，段元士没点我，点队长。好，地府毒，地府每毒一次，我们的成功几率会大幅度的增加。趁着我们单位比较多，哎，多毒几个，漂亮，可以。谁有蓝，给我加一个30点的蓝。看有没有出去休息的状态啊。
吃多不休息，我有150的啊，行啊，给我加个150的打5，宝宝一起打5，给我来个150的，普陀快我快，你先给我加吧啊，管他谁快呢，你快，那我出虚迷啊。哎呀，我突然觉得好像能杀过去是吧啊，我不行我就再私行呗，我无限私行，我150电蓝够我用好久了，每回合才读30电蓝啊。这都啥输入法，怎么还整个订餐电话呢，有这1800血其实死不了了啊，我群秒现在就赢了，我现在群秒哪有蓝啊，好，又秒了个4500，魔加起师伯队长死无所谓，2500血身上有灯，好，虚迷再秒，现在先我看下回合有没有休息状态的，没有休息状态的话我可以走把群啊。地府毒具如果拉你哎啊，孔雀让我出的工程准备啊，第二次啊慈航，这个不是挑战模式，可以多次慈航，好，有精青，我起塔杀这个师徒，女儿有慈航吗，有精青有罗汉，他应该没有慈航啊。咱们巡游是有神佑的啊，信念。我还有最后一只宝宝。最后一只宝宝出了啊，出血手啊。顶到我啊，慈航再出虚弥，漂亮兄弟，你这虚弥没宝宝，你总是这么谦虚，哎我操，我就这点分钟让他给我笑了，下回合我宝宝拉普陀啊，普陀给我灯啊，孙晶晶女儿孙晶晶，我起浑元伞，普陀给自己灯，我起纸，等下回合慈航，好，吸收了一把烟雨剑法，很舒服，精清诀解封加血，身上有塔加愤怒，准备慈航，普陀给我加蓝啊，普陀给我加蓝，下回合普陀加蓝，下回合塔还有最后一回合的话，我就是可以直接啊，直接慈航了啊，愤怒应该够的，没有效的话慈航够了啊，嗯，起来啊，哎，我带愤怒腰带了没？我没带愤怒腰带，我没带愤怒腰带，被笑了，哎呀呀呀呀呀！我记得有一个人在我心中，我们重新控制，没事，重新控制，他笑他不能无限笑，我身上有灯，我再给卡最后的一个大金啊，这回合我能做的吃个五龙丹加点血啊，吃个五龙丹加点血或者防御啊，哎呀死得太那么惨了啊，哎呦又被笑了，哎呦我操，好了兄弟们，今天本次主播带你去送死的活动结束了。
爱你。